吹雪，哎呀，呼呼呼！钓鱼的人，这是一个钓鱼的人比较快乐的事。平照冰努玛卡瓦，像一个瓶子一样的旧的荒川河的，和那个西岸横川河的连接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哇，好漂亮！扶不起，扶。什么广告？看看到处扔的这广告，看这什么广告？发什么广告？到处撂的都是。
焼肉、不是焼きたてのカルビ。2023年5月31日、在哪呢？富士見の、富士見市、富士見の。啊，这是新开的一个店。
简称尼卡瓦，这真的是看见河的地方，这真的是老家的地方。简称，真简称。